Hey guys，我是邱少宇。那我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嘻哈还有嘻哈的文化起源。也许是因为我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我对很多这些像这个文化，然后它的那个成长跟 evolution，我都非常有兴趣。那今天也很高兴可以跟大家来分享。So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et right to it. OK，所以先来解释嘻哈，什么是嘻哈？我相信很多在美国住的人，或是呢住在美国不一样东岸西岸的人，可能都有不一样的答案。但是呢，有一个广泛的定义，大概是不会有错。那就是 hip hop，is a cultural and art movement that was brought by the Caribbean Americans, the Latino Americans, and the African Americans. And this started all in the Bronx, New York City. 布朗克斯区，也就是嘻哈的起源地。那么布朗克斯为什么会是起源呢？那肯定是因为大概在1950、1940这年代，大家可能逃战什么的，他们都跑到美国来。然后呢，那时候最大的 port 就是纽约，所以他们就大哇一涌进来，然后就大家就住在纽约。然后呢，布朗克斯区那时候是一个比较乱的区，所以像是有点像贫民窟，所以那些人他们全部都身上没几毛钱，所以就只能去那里。可能大家还是不是很清楚。但是布朗克斯区最有名的应该就是 Yankee Stadium，就是洋基的球场，现在主要的 cultural attraction。但是呢，在以前的时候，他们布朗克斯的人都是非常一个 tight knit community，他们都非常的相信还有love each other。然后所以他们发现了，哎，为什么没有一个适合我们，或是呢我们可以 relate to 的一个文化？因为他们也不会讲英文。然后他们之间其实也没有共同语言，他们就只好透过音乐还有艺术的传达来分享自己的理念。这也就是嘻哈的为什么会开始，还有嘻哈的起源。Alright，那我们先来讲为什么嘻哈到底是什么构成的？嘻哈主要是由四个部分，也就是 MC、DJ、graffiti 或是 tagging，还有 B-boy dancing。好，现在解释 MC，MC 大概就是可以说是你看到一个人站在那里拿着一个麦克风对里面喷字，对，然后呢他们的字可能都有些押韵啊，或是有 flow，然后基本上跟一般的讲话没有太大的差别，那是一开始。然后呢，MC 是 Master of Ceremonies 的一个缩写。那 Master of Ceremonies 为什么呢？因为 ceremony 就是他所在的那个场地，他所在进行那件事情就是一个 ceremony。他是那件事情的 master，所以就是 master of ceremonies。然后从这个非常阳春的这个音乐表现方式，就 evolve 出来的 old school rap，也就是一个比较不会很花俏，然后比较硬的一种饶舌形态。那当然，既然时间已经过了那么久，那是1960、1970年的时候的事情了。现在已经有非常多 new school 的不一样的方法，还有不一样的approach to rap。那这我以后可以来做视频给大家分享。Opponent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 DJ，DJ 可能现在就大家就觉得说，哦，可能电台的那些人啊，可能按个按钮放个音乐什么的 DJ，那不对。那时候的 DJ 他们是非常有音乐的头脑，然后呢非常的有 musicality，然后呢非常能够去了解说这个人的说唱的风格应该配什么音乐。所以你大概一个简谱的一个 setup 会是一个人戴个大耳机，然后站在一个刷台前面，然后可能放两张碟这样子，哇很酷的，然后中间会几个钮这样子哗哗去的，然后呢这两个会是可能两张唱片啊，它会有一些外来的 sample 可以再放到这个歌里面，来做出一个非常有节奏，然后也很有层次性的音乐。那很值得注意的是，嘻哈那时候呢，因为是比较以前的一种，就是慢慢 evolve 到现在的一种音乐，那时候他们是没有任何 digital 的那些，什么本来就有的 sample 啊或者什么的，他们都要自己搞，所以这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一点。现在这里给大家一些 example。那
三个重要的一个 core component 就是graffiti 或是 tagging。 那既然一个文化要成长，那就需要有不一样的方式可以来推广它。然后刚刚已经提到了两种音乐的方式，这次来讲一个 visual art 或是一个比较视觉的方式来呈现。这就是 graffiti。Graffiti 的成长或是它的起源吧，可以说是一个希腊裔的美国小弟，他那时候只是一个 teenager， 然后他无聊，拿着一个喷漆罐，拿了一个笔，这样子到处乱跑，到各式各样的一些场所啊，可能一些大楼的旁边的废墟啊，或是一些地铁站什么，然后他就觉得自己了不起，然后就开始把自己的名字喷上去，然后他的名字叫 Taki， 他现在就是。号称是graffiti 的始祖，然后他的住的街号是183号，所以呢，他就写 Taki 183，啊，这就很非常常见。然后大家看到这些电视播报或是那个 radio 播报，他没有钱，那他们就觉得说，哎，这个好酷哦，我也想要这样子来呈现我的，就我想让大家知道我的名字嘛。然后呢，所以慢慢就有更多就是 actual 的 artist 啊什么的，他们大家都去。喷自己人喜欢的东西，像是一些卡通人物，或是他们一些成长历史啊，可能自己爸爸妈妈把喷到一些墙壁上面之类的。那 这些人，这些 graffiti artists， 那当时不是很被这个社会所待见的，他们觉得说，哦， you're a menace， 你这样子就是毁坏公物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呢，过了一阵子呢，也慢慢有人可以去理解，然后去appreciate 这个 art form， 他们能够说，哦，这很漂亮。其实，然后呢，他们很厉害，他们很阳春的手法，只有几个喷罐啊，然后一点什么水或什么的，然后就可以做出这么漂亮的一个 art。所以呢，也就有很多 graffiti artists 慢慢就变成真正的 artist， 然后就有人付钱给他们啊去做画什么的。然后呢，一些美术馆他们也都看中他们的才华，把这些墙壁可能拆下来放在他们的那个画廊里面去展或什么。第四个就是大家可能。就非常熟悉的一种 dance form， 也就是 break dancing、 b-boy dancing， 或是可能中文叫做街舞。街舞是一个非常那个活力充沛，然后呢很有自己的风格的一种舞。像你刚才看到有人在路上可能在头上面转啊，然后什么那么脚又晃来晃去，什么看起来很厉害，那这都是break dancing 的一个部分。那为什么叫做 break dancing 呢？那是因为之前。在1980年，有一个很有名的 DJ 叫做 DJ Cool Herc， 他常常会在布朗克斯区会去进行一些举办一些很大的 block party， 然后呢invite 各个邻里的人都过来这样子来参加这个派对。那当然他们那时候就已经有 rap 了，已经有很酷的说唱者，然后有很棒的音乐，但是呢就是还感觉少了点什么来能够。让他们的那个整个 vibe 就是看起来比较 lively， 所以他们就决定说，哎，对， disco 有舞， disco 有音乐， disco 有舞，那我们也要搞个舞，所以他们就决定说，好，那我搞一个街舞，感觉酷，然后慢慢就 evolve 出来现在这个非常 complex 的 dance form， 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那个 subgenre， 然后呢，也慢慢的可以在各式各样的国际舞台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出现，像是什么韩星啊，他们也会跳啊，然后呢，可能很多高中、大学都有街舞社什么之类的热舞社，然后我觉得也是可以来看出嘻哈的一个传播很棒的一个方法。OK， 所以今天的就是大概介绍到这里，我们来 recap 一下我们今天讲过了什么，我们今天讲的嘻哈的历史，嘻哈的起源。然后我们说过它是在布朗克斯区，然后呢，我们又讲到了四大 components， 在就是 MC、DJ、graffiti 还有 breakdancing，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来组成这个嘻哈。然后呢，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在下方留言。然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